家好，这刚刚又下了一场暴雨哦，你看啊，现在来鱼塘巡夜塘啊，这个像每年的我们这个5月18的时候啊，要花一次那个大洪水啊，这不过前面涨了一次水，这5月18估计不会涨水了吧。走，我们去鱼塘看一下啊，提前把那个出水口好像堵住了啊，把它清理干净，以防万一啊。走，啦啦啦，先看一下我的鸭鸭，那鸭子刚刚啊，还没下雨之前刚喂好就下雨了，现在都吃饱了，不怎么叫了啊。听到你的老六的声音就开始叫，上面也有，下面也有。千军万马。之前好多粉丝，微信啊，这鸭子还不开麦，老板就给我过冬鱼啊，我就马上还要开始啊，这个还在弄这个电脑，我再不弄掉的话，会吃出眼泪来，亏得裤衩子都没有，玉米还不够吃。都来了，啊！你看这里，都来了。刚刚喂好了又来。你看他吃的那个饱的都已经，感觉这个鸭子吃个不停。你看，又来了。吃十个鸭子，都饱饱的。你说他们在说什么？我还要吃。哎，有没有压迫感？我说。快走！你看这压迫感，压迫感重不重？差点都要骑到你头上去了。走，我们把这个出水口把它弄开啊，在那里。哪里啊？哦，好像有点影，黑色的影子。怎么办？跳下去吗？游泳吗？我不要，越失身。是想干嘛？啊，光天化日之下你在干什么？我这个出水口堵住了啊，如果堵住了，这几天下大雨的话，这个鱼堵得会烂进去。嗯，还差一点点。冰不冰啊？现在来水。那什么堵住了吗？什么？垃圾也有，反正好像是一只鸭子。不会吧，一个鸭子？我骨头都刮一下，骨头出来了。哎呀，好恶心！吓我一跳。这不吸进去了吗？你不要那个网把它网住吗？盖住吗？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个水放干了就不会钻进去。哦，水不能太满是吧？哎，冷不冷？请问你？冷。不冷，要不要给你点温度？来抱一下来。
又过来，哎，不要又吸进去了。那只鸭子估计就是上次放水的时候吸进去了。老板，哇、哦、靠！叫你不要去，他钻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吓一跳吧啊！还站在这里，等下又扑冲下去一个。这刚刚扑冲就一只鸭子吸进去，不过这个水啊。放浅一点就能钓进去，刚刚没拿着网子，网子也没用，网子也要洗。好呆，哎呦，吸进去了，吸进去了，就是当着把那个那里走了一趟就出来了。啊。水流大是冲过去，现在回去了啊！这个鸭子你人站在那里，它就更靠近人啊！等下又扑通吸进去了。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嗯，这以前来也没看见过啊。什么呀？这不是一个茶杯吗？哦，对。是不是骨头？哎，值不值钱？可以到去换上北上广了。搞不好鸭没赚钱，捡了一个杯子，值个百来万啊！现在天还没黑，还可以做下梦。啊？我说现在天还没黑，可以做下梦。哎，大家鉴定。好像是说有这个下面有那个章什么的，才是。你看啥也没有。没有。我发财了，晚上去做下梦。这估计拿回去洗洗。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那个值不值钱，值钱我就捡回去。哎，这个可以捡回去吗？反正不能乱捡的。哎，不能乱捡，在这里面呢，这里面刚好鸭子掏这个洞来了。难道这里面是？怎么可能？值钱我明天再来捡。被偷了，不会偷，不会偷，回家。